基隆社区妈妈依照热情的舞蹈带来着祝福，并且将九十点的气氛参加正闹热。咱的观音馆李英宏今年接下着秀光高中家长会长的职务，希望透过一对教育热心加经验，会使来为学校服务。家长会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家长会对学校呢，他挹注了很多经费啊，让我们学校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，不论是清寒的学生，或是呢有一些活动啊。林鸿议员表示，已经过着真侪学校参与活动，看到书店用心，亲像北大国小，要邀请家长，同时嘛是训练导盲犬的专业警员，到学校带着学生来认识导盲犬，这款真有意义的生命教育，带予伊真深的感受。因此嘛，透过教育典礼来甲邀请，希望传达到这份教育的精神。啊，未来我们如何透过教育达到整个教育的品质的提升，人类生活的品质的提升，我相信这是咱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啊。英宏愿意对教育来付出，啊，愿意跟咱大家做伙来拍拼。接下来我们要颁证新任会长。作为馆内为同齐来设立着国中加高中的学校，担任着真重要的教育责任。要讲教学团队用心，家长会支持嘛是真重要的力量。因此，各界贵宾踊跃出席参与活动，表达着因的祝福。接下来，我想全县的科学教育呢，会在旭光发光发热，也希望旭光呢能够母鸡带小鸡，把县内的科学教育呢带到一个不同的境界。国外去参赛，所以呢，可以说他在这个提这个区块呢，也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的一个学校，训练一些的国手。好，表示很感谢到下任会长洪廷祖这两年来对学校协助，并且期待到新的会长林鸿议员的加入，提供到学生更加好快乐的读书环境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